那你先说吧。今年我就进来了，怎么了？啊啊！你打我！哎，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？每次碰到你都没有好事。你想借机接近周进？李薇儿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我就是喜欢周进，你怎么着吧？ 我是他女朋友，你赢不了我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，以后别去惹李维安。我看见那周进，一直给李维安灌酒。这不要脸的，弄死你！我不想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去爱一个人。我觉得呢，我以前可能对你有那么一点偏见，不过现在我必须要重新认识你，李维安同志。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偏见的话，你直说，啊？不，说出来多好。谁稀罕呀？